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再次的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恢复到实体的敬拜。你们兴奋吗？兴奋。让我们向神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跟神说，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你是荣美的，耶稣你是荣美的，耶稣我们渴慕你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渴慕你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灵要大大的充满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自己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神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啊，当你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神啊，我们在殿中瞻仰你的荣美胜过在世上我们住在帐篷里面。哦，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耶稣你就在我们与我们这圣殿的当中，我们知道你的灵充满在当中。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赐下敬拜赞美的灵在当中，赐下活泼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神啊，我们一切的负面，一切的不可能，主啊，都要转为可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无人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字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
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字架答案，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字架答案，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让我们欢呼，我们感谢，我们赞美神。哈利路亚，神是我一肩踏出的，你掌权在全地。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伟大的不知高层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醒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一指，你是新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伟大的神，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曾经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伟大的神，伟大的神，
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住高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我们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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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神，伟大的神，奇妙的神，奇妙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伟大的神，伟大的神，奇妙的神，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的神，不住高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我们再宣告，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住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渴慕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渴慕你。哈利路亚！哦，主圣灵，我们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哦，亲爱的圣灵，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回顾2021年，虽然我们经过水和火。但是在主你走的路上都滴下你的脂油，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破损，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伤亡。主，我们感谢你的保守，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伟大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主，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的。我们要将我们出熟的果子献上给你，2022年的第一个实体祷告会献上给你。哈利路亚。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
界的名，呼救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是的，主，我们欢迎你荣耀的降临，主你的降临，你的同在吸引着我们。哈利路亚。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恩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再来欢迎，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预备好来大大的张口，来呼求大大的充满吗？那我们一起来预备，耶稣，我们要大大的张口，耶稣，我们要大大的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也未看见。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我们要看不到的，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是的，主，我们要看不，眼未看见，哈利路亚，主，我们要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来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祝你浇灌下来，主，主，我要为你来充满。
你的荣耀。那渴慕更多，大大张口，让我们起来，大大张口来呼求主耶稣，我们要你，主耶稣，我们要你，我们要你更多，我们要你更多，耶稣，我们不满足，耶稣来充满。丰盛的之地，但是没有你的同在。主，我们单单只要你，主，我们只要你，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我们把自己献上为祭给你，愿我们的祷告就像那馨香的香献在你的金香坛上。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没有是你可以摇动我的心情，愿我的敬拜到你面前，梦里越难天使举起夫妇敬拜在你宝座前，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在这里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在这地。
这是我们的祷告。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心。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里。打开天窗，打开天窗，用我的祷告打开天窗，愿你充满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里，在这里。寻求神的时候，看见一幅图画，有一个人，他在一个隧道当中，这个隧道是黑漆漆的，是非常黑暗的，
他根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他感觉非常的迷茫，非常的害怕。可是过不一下子，有一道光进来，他就看见了前面的道路，惧怕就离开了，他就勇敢地走前面的道路。我觉得呢，在神要对我们的当中一些人，无论是实体的或者是线上的，神要对一些人说，可能你们感觉到非常的害怕，你觉得呢你很迷茫，孩子你觉得呢你很迷茫，你觉得呢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特别呢是在这新的一年。但是孩子，我爱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我的光要光照你。孩子，不要惧怕，勇敢前进，我必用大能的手牵引你。孩子，我爱你，我必牵引你。我觉得呢，这是神要对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说的。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呢，我们带着一颗祷告的心，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一起用方言祷告。我们祷告求神呢帮助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面对前面的道路，拿掉我们的一切的惧怕。我们也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一起用方言来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求圣灵来恩膏我们。
就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你常常，主啊，你的灵充满我们，刚强我们，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啊，是的，主，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刚强谨守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刚强能够面对前面的道路的，因为你就是赐信心给我们的神，主啊，是的，主，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命令一切的惧怕都要完全的退下。主啊，是的，主，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是的，主，你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有你的带领，我们还惧怕什么呢？主啊，有你的带领，我们能够面对今年。主啊，是的，主，因为当我们认定你的道路的时候，你必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是我们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家庭，主啊，是主，无论是我们的侍奉，你都必带领我们，因为你就是要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是主，你施恩的手来牵引我们，主啊，我们必看见前面的路，哦，主啊，应当怎么走？主啊，因为你就是引领我们得胜的神。主啊，是主，我们宣告，我们不但得胜，我们还能够常常得胜有余。主啊，是主，你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就是刚强我们的神，你就是要带领我们得胜的神。我们宣告，在2022年，我们必靠着你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主，主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至高的真神。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谢谢敬拜团，谢谢全牧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是如此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现在是祷告的，现在是导读的时间。愿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向我们来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新年第一次的导读，导读经文是我们都相当熟悉的。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再一次的聆听神的声音。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3:13-14。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是的，实体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这个导读文就放在后面，可以过去拿。作者保罗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所用的词汇是描述一个赛跑的场景。这是一场马拉松赛，这一位参赛者是极尽所能的去赛跑，用他全力去赛跑。
他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他专注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专注在耶稣基督，就是那终点，就是那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跑完全程所得的奖赏，激励了他，让他能够努力的向前跑。为什么说经文说在赛跑中我们必须忘记背后呢？我想当我们在赛跑，如果我们一直往回看，我们一定会跌倒的，或者或者掉入沟渠当中，或者跑错跑道。因此赛跑不能够往后看，我们单单要往前看。经文所说的背后，就是过去的，已经过去的岁月和年华，已经成为定局的功过得失，过去的恩恩怨怨，各种的矛盾冲突或者过犯。好，今天第一点呢，就是忘记过去的失败。一个人曾经经历的失败或者打击，会使他对自己失去信心。过去我们所经历的害怕和失败感，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就好像一个脚镣扣着我们的脚，使我们无法向前，更不要说向前奔跑了。那可能是过去的冲突、被拒绝、失恋，或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错误的选择，或者工作没有达标，或你不满意自己的表现，别人亏待你，或你自己亏待了别人。过去的疫情的突然的发生，使你的计划失败了，而水灾又造成各种的损失，等等等等等等，说不完。我想当中最不容易放下的，也许就是恩怨情仇，但是那也是最需要放下的。因为如果在我们心里面的怨恨没有去处理，没有放下来，怨恨所产生的那个火焰，首先就把我们自己焚烧，使自己落在一个最大的痛苦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去饶恕，我们饶恕的是别人，然而得着释放的是我们自己。今天的第二点是忘记过去的成功。从腓立比书第三章前半部，我们看到保罗的成长岁月是可以令他感到骄傲的。他出生于纯正血统的家庭家族，他有良好的教育，他有高尚的宗教背景，是当时许多人所羡慕的。过去的成功可能会令人陷入自满以及自义当中，保罗不愿意这一切成为他的残累，因此他说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成为粪土了。我们也要学习放下我们在过去人生中各样成功的人事物，免得我们自己陷入一个自满或自义当中。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常常拿过去来比较，觉得我必须比以前更好，这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压力。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差了，就是很差劲了，觉得自己没有用了，结果就失去那向前奔跑的力量。忘记背后是忘记过去，是放下过去岁月所造成的残累，可能是过去的失败，也可能是过去的成功。当我们紧紧抓住不能放手的时候，我们一直向后看，那就成为我们的包袱了。忘记过去的意思是不要以过去来衡量你今年的表现，过去已经过去了，
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按着今年的形式，按着今年的情况，按着自己的能力努力面前，而且坚持到底，跑到终点。今天的第三点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聪明的基督徒常常会省察自己，放下过去的残累，努力面前。每年我们都设定目标，我们透过圣经学习，按着神的价值观来设立我们的目标。我们祷告寻求神，求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设立的目标是合神心意的。那可能是你工作、家庭、服事上的目标，也可以是非常简单的，例如要读完一本书，或者减肥，或者一段的人际的关系。我们有了明确的目标，就要直跑。直跑，经文里面直跑就是不停留，不回头，而且是持之以恒的跑下去，一无挂虑的跑下去。直跑呢，就好像奥运会的选手一样，他们在赛场上，旁边有很多人在呼喊，在为他们喝彩，喝彩好的，但是他不为喝彩而停留，他继续往前跑。直跑就是当你旁边的人越过你了，你为他高兴，你为他开心，但是你继续的跑，继续的跑，不让旁边，不让周围的人影响你。直跑也不是心血来潮就跑一下然后就停一下，也不是想要一步登天，而是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向前跑。最后，人生的目标是有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一年的目标是你五年计划或者你十年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你每年回顾和审查，每年在做目计划以达至你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经文里说，得着耶稣基督，得着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奖赏。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得着耶稣基督，这是他最大的奖赏。但愿这也是我们的人生的终极目标，得着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导读文一遍。主耶稣，我赞美你的名，我谢谢你呼召了我，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全新的目标。谢谢你，你自己就是我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我要定睛仰望你。谢谢你信实的带领我，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在这新的一年里，我要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得着你招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过去的失败，主耶稣，我要忘记过去的失败，因着疫情、水灾、政治、经济带来的困扰、惧怕和灰心，我都完全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心里面的困扰、惧怕和灰心完全要离开我而去。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心里的打击与失望要离开我而去。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靠着耶稣得胜，我要靠着耶稣越过一切的挑战。主耶稣，我要忘记背后过去我在人际关系上经历的伤害和失败感，完全要交给你。我要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心里还会有怒气不饶恕。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忘记过去的恩怨情仇，释放我得自由。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靠着耶稣得胜，我要靠着耶稣得着真自由。忘记背后过去的成功，主耶稣，我要谢谢你
靠着你的恩典，我的行业在过去的日子得以蓬勃发展，这是何等的恩典！我要忘记过去得到的好成绩，我单单要归荣耀给你，主耶稣。我也要忘记我在过去的人生中各样成功的人事物，免得我陷入自满和自义。在这新的一年，我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继续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主耶稣，我渴望得着你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年我选择以你的原则来设定各种目标。主耶稣，赐给我足够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来实现目标。主耶稣，赐给我足够的信心、耐心和勇气，胜过种种挑战，完成目标。奉耶稣的名宣告，靠着主的恩典，今年我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耶稣，我要努力面前，我要尽一切力量，唯要得着你。你是我最终极的目标，你也是我最大的奖赏。主耶稣，谢谢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你的能力充满我，你的怜悯和慈爱护庇我。阿们。导读是把神的话栽种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重复的祷告，从经文里面来祷告。你可以按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鼓励你要开口祷告，大声祷告。今天的经文叫我们如同在赛场上赛跑的选手，我们要跑就要用力，我们祷告也要用力。今天的祷告给点气力，好像我们在赛跑这样。我们现在进入祷告，我请陈牧师和我一起以方言祷告拖着大家。
Hallelujah. 是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是的，神啊，帮助我们，是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唯要得着耶稣基督。神啊，还接祷告，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他们在今年所做的计划，你都与他们同在，并且与他们同行，直到走到标杆，跑到标杆。神，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线上，在实体的弟兄姐妹平安。这时候，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还有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首先呢，还没有来读这个祷告事项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
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七节这么说，来，让我们一起来读：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这么说，来，让我们一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吃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感谢主，他的话语是信实的。我们今天信，从第一天信耶稣到今天，我相信你和我都经历到我们的神的话语，在圣经的话语是是的，阿们吗？让我们来这个今晚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两件事情祷告。第一件，首先我们为我们国家祷告。首先呢，我们要为我们国家有效的施行对抗这个新冠病毒变种与传染。所以听说你们，我相信大家都在这个信息上，在这些各个种的新闻上，有说各个世界我们有 Omicron、Floricon， 还有很多在不断在变种。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国家，好叫来控制个疫情的变种，好叫它不会来伤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的马来西亚来恢复企业的运作和工作的机会，让它整个 economy 整个经济要恢复正常操作过来。因为好像 short of supply， 就是我们的资源缺少了，人工缺少了，突然间缺少。所以我们求神来怜悯，求神来恢复我们的经济，恢复整个企业的运作，还有这些工作的机会要恢复过来。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国家。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为我们的 DUMC 中文堂来祷告。我们今年2022年，我们都有教会都有计划了好多来栽培我们，来培训我们。我们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刚刚信主，无论他信主多久，无论是牧者，无论是领袖，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愿意付出代价来做门徒的，来做主的门徒，让我们有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生命。第二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感谢主，让我们教会的牧者还领袖们都有策划的好多来栽培我们门训的一些教课，来一些课程的安排。求神帮助我们通过这些安排来栽培和兴起敬虔的领袖。所以今年里面，求神来给我们恩典，给我们 DUMC 恩典，来栽培兴起还有敬虔的领袖们。所以呢，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行在水面上。求神给我们这个信心，让我们今年各个一来到这个 DUMC 的，我们各个一起的有信心的行在水面上，好像彼得这样，好像耶稣当时的门徒这样。我们就是像要活出当时的门徒的这个信心，好不好？等下呢，我们会唱用一首歌来一起敬拜神，让我们一起大大声，无论你在家里，无论我们在现场的，我们好不好一起尽心尽力用这首歌把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我们的这个教会交托给神的手中，来求告他。因为他说我们就是祭司，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上帝是垂听义人的祷告，对不对？大家认同吗？ Amen。 来，我们就是等下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开声大大声，我鼓励大家，我们今年要走在水上水上是吗？所以呢，我们先开口大大声的祷告。你祷告又可以用方言参悟性来祷告，来在 PPT 它你会看到为国家祷告先，过后为我们教会祷告。我请大家，我们一起的开声大大声祷告。来，我们来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来大声来敬拜。求怜悯，求你来饶恕，围着我们的疫情来祷告，
抓住一个新冠疫患新冠肺炎的疫情，求你来让这个疫情缓慢下来，抓任何疫情在各个的变种的当中，求你来拦阻，求你让它变种，要让它变种越变越没有效力，它不会来攻击我们人的生命。因为主耶稣，每一个住在马来西亚的人，无论是我们生长在这个土地的人，还是外来的人，都不会被疾病这些疾病来干扰。所以主啊，他不会被这些的疾病来，哦主啊，来影响我们的健康。你要拦阻这些传染，主啊，这些传染要被你勒制，被你的手控制的，所以被你的手掌权。主啊，不允许来攻击我们的生命，不允许来攻击我们的身体。主啊，求你来怜悯你们马来西亚，让我们马来西亚住在这个土地的人，主啊，还有机会来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还要有生命，主啊，还有机会，他们还要有生命气息的来听你的福音。所以主啊，求你缓慢，主啊，求你缓慢，求你来降下你的手，来控制这些疫情，好叫主啊，我们得这个主啊健康身体健康的平安。所以主啊，你要让我们看见，主啊，你要掌权在马来西亚。所以主啊，还是要奉耶稣基督名宣告，这些疫情的传染都要出去，都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你宝血要洁净马来西亚这块土地。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宣告，2022年开始，我们的马来西亚是 free of 疫情的，是不被疫情来攻击的。它如何变种，还有越变越没有效力，越变越不健康，但是是人的身体越来越有抵抗力，来抵抗这些种种的传染。所以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同时我们要围着我们马来西亚这块土地来向你来求怜悯，求你恢复我们这个经济，求你来恢复我们企业的运作。所以主啊，在过去2年我们都损失了这些，然后主啊，企业的操作都被影响了，求你来怜悯，求你在2022年主啊加倍的恢复过来，帮助一切损失的重要都要 recover， 都要恢复运行操作，做正常过来。一切主啊，好像主啊一些供应的，哦主啊这些 supply 都被主啊失去 distorted 的。现在2022年你要 restore， 主啊你要恢复它过来，主啊叫主啊应该主啊出厂的工业，有主啊一个一个都要恢复过来。农业作物一个一个也要恢复过来，好叫主啊人得以保住。你所说的2022年，你要使马来西亚这块土地领受你的新酒和新油，主啊好叫人得保住，在经济上得保住，这些企业的操作上主啊损失的加倍的得保住。所以主啊你要恢复它，让它正常的操作错过来，损失的加倍的操作过来，主啊好叫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主啊被发现出来，主啊工作的机会要生产出来，好叫失去工作的在2022年里面他们要找到工作，主啊这些主啊在找工人的他们有工人来做工。所以主啊你要祝福我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们，每一个子民们，主啊他们都不选工作，他们愿意谦卑的去做该有的空界，主啊好叫使到整个经济整个企业的运作都会恢复过来。所以主啊你来帮助我们马来西亚，求你来怜悯美美马来西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马来西亚的大君王，你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最好的经济策划者。所以主啊你要赐给我们的国家的领袖，各个政府部门要恢复这些福利性，好像要恢复这些政策，好像这些企业要运作，它的运作会恢复，工作机会会恢复。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我是嘎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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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的，嘎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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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的，嘎巴嘎巴山的，嘎巴嘎巴嘎巴山的。这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一起的同声去为我们的中文堂，李永熙中文堂来求。
求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来我们一起的祷告，在 PPT 的这些祷告事项来求上帝给我们这中文版的恩典，来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亲爱的父啊父神，我们要来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家，这个 UMC 中文堂这个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个中文堂，主啊，我们有这个家来一起的成长，来一起的学习彼此相爱，来一起的来认识你。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凡事来到这个家，这个中文堂的家，主啊，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代价来做主耶稣你的门徒。所以主啊，让我们一个主啊一颗心因着领受你的爱，你的爱要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踏进这个中文堂，我们 DUMC 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都有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很容易的领受你的爱的你的爱，因着你的爱的能力，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于你，来愿意付出代价来做你真正的门徒。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呼求你给我们2022年，哦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苏醒过来，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愿意的一个愿意的心来付上代价，因为耶稣你为我们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了爱我们，你愿意牺牲你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乃是因为你要拯救我们，因我们得你的拯救，因为你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个复活的能力，苏醒的能力。所以主啊，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于你。虽然我们会走在这个2022年一个挑战的年，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主耶稣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主耶稣你为我你与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同在，所以我们不再害怕。所以主啊，因着你的爱的能力，我们有能力主啊活出一个牺牲的爱，我们也因着你的爱的牺牲，所以我们能付出代价来跟随于你，无论是生活上是什么的样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平安，有你的能力来付上代价，来为你做见证，来把回应主啊，活出你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把福音传到我们各个住的地方，我们各个生活的地方，主啊，把你所教导的我们，教导我们的，我们去教导人，我们去牧养人。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这时候主啊，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切的栽培领袖的计划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个 DMC 中文堂有这么丰盛的资源，有这么丰盛的资料，主啊，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成长，作为你的领袖。所以主啊，求你来特别的兴起，帮助我们栽培我们的领袖是敬虔的，我们的牧者领袖是敬虔的，是圣洁的，是有一颗愿意跟随于你，有一颗主啊愿意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牺牲的活着，不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耶稣基督你。所以说你要兴起这样的敬虔的这个领袖，活着是不再为自己，而是活着为了耶稣基督你的领袖来跟随你，来带领弟兄姐妹，来带人归向于你，来引导人跟随于你。所以主啊，我们的眼目要专注在你的身上，我们的眼目要以神的国度为中心，我们要带下天国的文化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并且要跨国，主啊，要你要我们你所计划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衷心的仰望主啊，仰望跟随于你。主啊，我们在今年谢谢你让我们的启示，我们要行在水面上。是的，主啊，我们要像彼得这个生命，主啊，就是来单纯的，主啊，要相信你，有一颗单纯的信心，主啊，来跟随你，
主啊来信靠你，谢谢主啊，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整年的过程当中，主啊让我们经历你就是这么信实的神，让我们经历你就是你会使我们行在水上的神，能越过一切的挑战，能胜过一切在人的肉眼看为没有的，我们会经历你的丰盛的恩典，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弟兄姐妹，现在是我们啊要来等候神的时间啊，你们可以坐下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告诉神说：“神啊，我就是要来等候你，我要等候你向我说话，我现在呢就是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你向我说话，我要就是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所以等下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等候，在还没有等候之前呢，让我们用一段时间，我们一起的用方言祷告，我们呢求神圣灵充满了我们，启示我们等下等候的时候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的用方言祷告。主，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哦，启示的灵充满我们。主，我们现在要来等候你，主圣灵你来启示我们，主，我们就是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现在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
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常常要对我们说话。主啊，是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来安慰鼓励造就我们。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阿们。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带着信心，我们呢一起的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宣告，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去困难险阻，当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展现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你受伤的钉痕展现世界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敞开，大海流了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显示着答案，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你就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在赐福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哦主啊，无论是实体还是线上的，主啊你都赐福给他们。主啊，你来带领他们2022年这整年的这个生活，无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侍奉，还有其他的他们要做的，你都来带领他们。主啊，是主你赐福他们，当他们认定你的道路的时候，你必指引他们的道路。主啊，是的，主啊，你赐给我们可以有移山的这个信心，你赐给我们可以走在水面上的信心。我们宣告，所有的弟兄姐妹必能够在信心里面，今年里面必大大的增长，必格外的增长，因为你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主，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再次的把2022年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我宣告，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实体和线上的，在今年里面必蒙神的恩宠，必蒙神的带领，必蒙神的祝福，必蒙神的带领并荣耀神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